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，很开心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每日一错小落实。那么豆豆今天用的是女盗贼。豆豆最近发现了一个新技能，那就是你威胁对手，对手有百分之多少的几率会直接离开游戏。完利了，对阵 Garrosh。 不宁死。我觉得最近抽的牌好像都不怎么好的样子。啊，换了两张，好像又是我先手。那好吧，虽然我现在没有冲锋牌，我就不信你一飞的时候你也有这个可以拆我牌的。你以为你是法师啊？梁飞，你要干嘛？你要出一个什么牌？天哪，我好害怕！冲锋，打我脸吗？还是拆我牌？打脸吧，我求你打我脸，打脸，打脸啊！好吧，你打脸了，果然是不负众望啊！对一个未杀伤的随从造成两点的伤害。哎呀，好，那个随从已经进，说好的，说好的能再次攻击呢？我们上，不划算了，没事，我可以用穆克拉。这个牌因为碰到战士的话，所以要好好的留一下战后。好吧，这样他又错失了一个机会。好，拍。拍不拍呢？暂时不拍，拍了没多大意义。多拍他一滴血，他又不会怎么样。看一下他。所以我现在发现了，穆克拉就越是到后边，你越就是越不能后边出，就最好是你前期抽起来就前期就能把它用了就用了，就最好的。因为前期它没有办法让你去，把那些用来加一加，它也只能留着后边用。啊，前期几乎无敌。出这个了，那么我就用了。好。棒棒的，然后把他打了，自己损一下就损一下好了，这种时候无伤大雅。好，希望最后都是海盗牌，都是海盗牌，都是海盗牌。希望上天保佑我呀，保佑我呀，保佑我。刺客之刃，这个好像还可以，只要他没有小泥就好。他要是有小泥的话，我就呵呵。是的，打我脸。
看一下啊哈，但是不能用，这用了就没了。嗯，想一想，但还是要用，这个还是要用。然后三点的攻击把你拆了先啊，不是，现在必须攻击就是嘲讽技能的，一二三四打不掉，你也打不掉我、啊、嗯，放弃。拆不掉他，就让他那个嘲讽的随从在场上再多待一回合好了。哎，暂停，没对，我能拆掉他，但是我又不死，为什么不拆？为什么不拆他呢？我犯了个错误。哎，我真的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应该用穆克拉去拆他的。啊啊！脑子短路了，脑子短路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妈妈看呀！看来最近该吃核桃仁了。希望他没有发现我犯的这个错误，希望希望。那他现在来两费，两费你干嘛呢？加一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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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下他能拍我了，好烦啊好烦啊！哎呀，真错失良机啊，真的是错失良机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耶、yeah? ，直接拍我脸是。哦、oh, ，直接拍我脸，行，直接拍我脸吧，拍我脸吧，拍就拍，谁怕谁？嗯，目标已经标记出来了。好，然后看一下，七点啊，真的好难受啊，他这个让我，现在有莫克拉，我就必须是把你给换掉了。好，把他的牌面清空了。哦，人品要爆发了吗？难道又抽了一个血范袭击者？难道上天愿意原谅我刚刚犯的那个错误了吗？感觉好累啊！为了酋长，冲！冲你大爷，看你拆哪个牌，或者他直接打脸，对所有随从造成一点伤害啊！然后呢，我又死不了。你是要跟我换吗？啊，打脸，为什么他们现在都那么钟情于打脸呢？好好奇啊，为什么？嗯，熟练的水手可以啪拜！滚开！你们一群旱鸭子！又打！遵命！拍！拍！拍！嘣！啊，这个打到好爽！啊，这个时候把伊萨拉抽出来了，估计是没有办法用它了。我就不信这样还能被你给翻了盘了。赶紧乖乖给我认输吧，我要威胁他一下。你死到临头了，好嚣张啊！我想，好好好好开心啊！我的遥遥先生，哼，我一定要把你的牌全部都给你拆掉，可不可以快一点？解决他，然后你们都是睡着的呀，你们都是睡着的呀，正好对一个随机随从造成一份特别的快递，嘣，这可不是我炸的哟，连击
死吧，旱鸭子！去死吧，旱鸭子！呼呼呼呼，拜拜！啊，好了，那么今天的每日搓小螺丝就跟大家带到这里啊，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，拜拜。